这个黄河的批发市场，这里就是黄河时装城。要啦，加20，你要去哪？一楼和二楼的衣服是最便宜的，然后也好多人都是在一楼跟二楼逛，因为价格确实很便宜，但是能买到东西的话也要看运气啊，因为看得眼花缭乱的。我看不见我自己。没事，你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，他很上镜，知道吗？你很上镜啊。找裙子好不好看，上衣配这个黑裙子，我买了这一套哦，你们猜一下多少钱。燕燕看上了这条裙子，你们觉得好不好看？老板说这是最后一件了，看一下他买不买，还在讨论当中。这条裙子蛮百搭的，也比较简单，冬天也可以穿，秋天也可以穿。他再比对一下，看一下这个尺寸合不合适。老板说130块钱，最后一条了，然后最后是70块钱成交。我们现在在黄河服装城这边已经买完东西了，然后到百街那边去看鞋子。现在去看鞋子哦，也许能买到鞋子，也不一定，对吧？嗯，去买一点蛋糕，买点蛋糕吃。哇，好多好吃的蛋糕啊，也长得好漂亮。甜甜圈、三明治，我们买了好几个蛋糕。哇，这个好漂亮哎，这个好可爱。黑森林、水果百汇、手机下单买奶茶。那边有一些鞋子，简单一点，上班的话都可以穿的。现在在挑选鞋子，挑来上班穿的。先拍一个照，臭美一下。为什么把我同学拍得这么矮啊？我这个拍照不行啊，拍照技术。先拍一个照，这样子好不好看？